哥穿上二次元战袍，面相都变了。刷到一长相凶狠的大哥，长得就很像混黑帮的，可没想到人家混的是二次元粉丝外套，加上胸口上的海獭师傅，不仅拥有多款同胞，还会为爱发电 cos 自己喜欢的二次元角色。大哥的日常，凶狠的进入谷子店，凶狠的拿起吉伊卡娃，凶狠的付款，凶狠的走出店。大哥在路上拦住二次元小女孩，以为是打劫，其实是问老师可不可以集邮，笑死！谁说这二次元不好了？这二次元可太棒了！